哎呀，啊！要不要跟王大哥换个位置？我为什么要跟王大哥换位置啊？因为我觉得你拿不动我这个。小凯爱着我，他能拿到。不是，关键是我拿不到他的。不，他拿你的，你拿我的。是，我们向左还是向右？我们往左吧，左边是方便点。那你就先拿大陆，你拿大陆。我往左往右，我感觉我也拿不到。一、二，换。对，是吧？可以。什么意思呀？你刚才说啥呢？等一下。就是我们统一下口号。啊啊。就是甭管前面有几个数，只要说完换就换。那我们不可以这样吗？一二三，换。我们跳完以后，这个人再来拿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必须要先。因为你还要拿别人。我们右手拿着，然后左手准备去接着。刚才那个，你看，你在这儿，我说一二三换，然后你接完以后，我再往下走。一二换，换，换，换。你该不是说特别简单吗？不，我要把棍拿直。我怎么了？刚才你是这样拿着。刚才就是排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ne two three. One two three. 你看看我，哇，很伶俐。One two three. One two three. 五个了吧？六个。冷静，冷静。1 2 3。七。现在这么跳能够得着吗？你得这样够啊。有问题吗？没掉啊！快！他打到我腿上，他捡起来了。没掉，没掉，导演。少林寺十八铜掌。二三。少林寺十八铜人会。我以为他的一二三喊的有点。弟弟，回去吧。弟弟。我来了，龅牙酥啊！龅牙酥，哇哇！但是我不应该过吧？十一岁。哦，好小，十一岁。多小？你猜我都多少岁？我十八岁吗？谢谢。我32岁。那你觉得我多少岁？十八，十九。我觉得你像九岁。13岁。跟你们一样的，弟弟，你这个说的有点过分了吧？连我都想打你了。你3岁，巨婴吗？我说13岁。哎，张柏芝，他叫张柏芝啊。张柏芝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阿吉吗？阿吉，真的有点像。对，哎，你是阿吉吗？阿吉不回我微信，是吧？他怎么高了？一百这么高？他这个张一山到家了，他给张一山发的不理我，然后给他发他也不回我。对，这个可以。好，一二三，可以，你挺轻巧的，可以，让他轻一点。我的任务是不是飞起来就完了？对，双腿，试一下，张一山。跳到双腿，再来。一、二、三、走。一、二、三、走。
再来，再来，有点太低了。真舒适。嗯，走。走。上我们也是吗？我们都是我们。上上层。嗯，上。黄色的毛巾往下，然后杨紫给你们唱小老太听。要不然怎么？要黄的。就说红色表演的时候，大家该去洗手间的。那个大家记得一会儿表演的时候，红色表演的时候，大家爱要去洗手间的去洗手间，想吃饭的吃饭，好吧？对，那个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，来看我们黄队的表演。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，来看我们黄队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对我们黄队的支持。大家现在就可以，大家现在就可以，大家现在就可以把手里红色的那个，就是红色的那个，直接扔掉了，好吧？没有人再听你了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好，我们拉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用心了。威龙再说两嘴。一定要是黄队，谢谢大家。感觉我们还没有比就赢了。